盘点五位古风美女。第一位，青九九，她长相出众，身姿妩媚，有着江南女子的温婉典雅。年仅24岁的她身上却有着成熟女人的独特韵味，着实让人着迷。第二位，山海关雾，她五官精致，长相清秀，气质典雅端庄，她也被称作汉服第一美人。汉服穿她身上显得格外美丽，好似下凡仙女一般，她的眼神自带魅惑，配合那嘴角似有似无的笑意，给人一种清冷女侠的感觉。我觉得她在古代最少是个公主，大家同意吗？第三位，醒醒，是嘉年华 MCN 机构旗下艺人，她有一头柔顺飘逸秀发，眼神清冷，一身装扮清新素雅，给人清新自然之感，每次看到她的视频都会感到心情舒适，好喜欢这种江南的感觉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。第四位，水冰月，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宫粉黛无颜色，她是古风颜值天花板，她的古风给人灵动之美。第五位，金家月，沉鱼落雁鸟惊喧，羞花闭月花愁绽，她一颦一笑倾国倾城，有着高贵典雅之美。她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，不仅长相甜美，还是个体育主持人，可以说是众多男生心目中的完美女神吧。五位古风颜值美女，你最喜欢谁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